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医学非常发达，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缺点。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去医院，或者是一定要专家，或者是一定要用某一个机器，对吧？要用某一个机器的话，那你就一定要用去那边的。但是有没有办法，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功能医学运用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每一个人自己就可以调理的话啊，当然包括这个包括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说每天去做瑜伽啦，或者是去做早操，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那些要可能你要一年、两年、五年慢慢才可以看到功效。但是有没有办法说，比如说一个蛮严重的疾病，能够非常快速的可以好的方法呢？那这就是我大概研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上市也是差不多将近快十年了，九年了，哦，研发的这个产品。那十几年前呢，一直在研发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在想，像譬如说这个放疗好了，好不好呢？现在目前西医全部还是要使用，对吧？肿瘤的话，但是它必须要是要一个机器，哦，一定要到医院来，要做很多很多次，而且还有很多副作用。那我们就一直把它浓缩到百万分之一小的话呢，就变成这么小的片，这中间上面这个黄黄的这么小片，就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功能了。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做量子晶片，或者是叫做生物晶片啊，都是一样的。那它可以说它是什么基本作用呢？就是第一个，你看不到，这是一个电子产品，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电子产品是没有电池，不需要电源的，这是非常困难的。所有的东西只要是电，都一定要电源，不是用电池，就要用太阳能，或者就要用市电，或者就要用什么电，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没有的。但是世界上唯一是这一个。它就不用，因为我们是用天波，天空中来的电波来启动里面的电子线路，啊，这里面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它的晶片，另外一个叫天线。天线的功能呢，就是接收发射，这样两样作用。晶片的功能呢，就是它是一个信号产生器，啊，在台湾我们叫新生产生器，在大陆的话呢，我们是叫做信号发生器，都一样的东西啊，一样的。发射的这个信号呢，是我们设定的，这就是最高最高的那商业上的一个机密嘛。那时候我不能跟大家讲到底是什么频率，如果一讲的话呢，不知道多少的那个仿冒者啊。那发射这个信号出去以后呢，这个信号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距离，所以它不是一定要放在身上。其实呢，放在这样子，放到这里了，站在这里，它都已经对我们功用了，它这个都已经对我们好几个人产生作用。它可以增强我们的能量，使这个信号发射到我们人体的时候呢，因为它是量子的技术，所以呢它会渗透力非常强，可以从我们的皮肤一直渗透到内脏啊。那我等一下讲几个案例就给大家讲一下就好，因为我们做案例啊，就是可能在像这一类的产品，很多人他们也各说各话，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拿出真正的足以信任的证据，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个这个我先讲一下好了。第一个，这个产品在中国四个专利，台湾三个专利，美国是两个专利，发明专利在申请中，中国又申请了五个，就刚才是四个是获准的，又五个申请出去了，另外八个已经在写啊。你看看这个产品已经研发到这么多的那个专利了。在第二个呢，我们在世界上国际发明展，包括美国发明展、德国发明展、中国的发明展、韩国的发明展、泰国的发明展、科威特的发明展、英国的发明展，我们一共连续拿了十个发明展的国际发明展啊的白金牌、金牌，或者是这个大会特别奖，每一个我们都有得到奖啊，都是得到这样奖。那有了吗？啊，对对。那这些呢，另外呢，好，这些都是说哦，这个发明展什么的，但是最重要的在医学上面，我们第一个呢是拿到了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他叫做方丹群。那他的那个他也是一个研发人，发明的一个产品呢是叫做心脏量子频谱检测仪，专门检查心脏的。我们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有检查过，我们有好几次在这样举办过，举办过两次啊，这个免费的心脏检查只需要90秒，就可以用这用电用这量子频谱收集到的这个资料里面呢，就可以分辨这个人的心脏的状况。那分辨以后呢，只要我们的晶片放在膻中穴，就放在膻中穴是双乳之间的位置，只要放8分钟啊。但等一下我讲一下什么8分钟的意思。但是
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是要绑大约10分钟到半小时的时间，要看这人的心脏状况。马上再去做检查的时候，心脏的缺血状况已经改善了，就是可能会从轻微的心脏病转换成亚健康，或者是从严重的心脏病转换成轻微的心脏病。这是当年呢，这是2013年的时候做的测试的时候，做了那个方教授做了35个，就是我们真的人，不是用动物的，就真的人心脏病，一检测心脏病以后，晶片放到那边去，10分钟到30分钟之内，马上再去做检测，马上心脏已经改善了，这个人也所有症状的心脏的症状都消失了，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就又到中国去，在哪里呢？在中国的南方医院，还有在这个湖南的长沙的那个湘雅医院，还有在湖南的省立中医院，这些呢都相继的做了这个测试，大部分都是做30个、35个，还有55个这样的做的结果。结果的，他们的医院的盖的官章都是写说这个检测结果是效果非常明显。这些呢，当然都是在中国已经算是都是三甲医院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是在中国的301解放军301总院，知道吗？是中国大陆的大陆上面的所有的领导看病的要去的医院的心脏科、心脏心内科、心血管内科在那边做了82个案例，全部都是心脏，而且他是用最新的一种方法，只放了8分钟而已，因为要每一个不管你什么病，我都只放8分钟，然后来做检测。这个呢，检测结果是，这个有效率可以接近100，接近100。那这个呢，他正在已经这个论文差不多快写好，写好以后呢，就会在中国的杂志、那医学杂志，还有美国的医学杂志开始就会登了。非常一定是可以想象得到，非常非常震撼。这个光是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用更先进的一种方法，但是不能用人做了。像刚才讲的很好笑，也不是，也是非常特殊的这种案例啊。就怎样做呢？我们就用一批10个老鼠，一批同一批的，就是老鼠一生很多嘛，对不对？同一批的老鼠，就刚刚生下来的老鼠，把它们心脏破开来，这肚子破开以后，把心脏剪断。放在一个培养皿里，培养皿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盘子，其实就是一个玻璃盘，上面里面放了液体，那液体里面呢是一个动物生物所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按照比例放在里面去。换句话说，假若我们一直饮用这个水的话，我们的生命会一直延长，你知道这样子。这个营养皿是专门做实验的，为什么呢？刚刚讲过了，心脏一剪断，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这老鼠马上死掉，心脏马上不停，就结束了，就没有办法做实验了。放在里面去以后呢，可以延续，让他的那个心脏的生命继续蹦蹦蹦蹦继续跳，但是终究要停，对不对？终究要停，不管你怎样，他就最后会停，因为你都已经剪断了。好，那这一做这检测以后呢，一检测结果，哇，平均起来5只都是17分22秒的时候心脏停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他正常死亡会这样，放在培养皿也没有办法，也是要死亡。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晶片放在那个盘子底下，2分钟以后，我们再把心脏丢进去，来看看，这个心脏就继续持续的跳，可以跳到21分48秒，换句话说，延长了4分25秒。那这个数据，实验的人员也非常非常震撼。这样子已经是什么意思呢？真的说就是人的心脏停止了，不用启动，不用那个不用电极也可以活，自己就会活了。但是真正的我们也是很多真的人的案例，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拿到医学的这个部分，这个在医院里面做到这样，他不开口，我们的证明说，哦，这个人已经死亡，心脏停止跳动是放你这个活的啊。我们真正的发生的一些时候讲一个就好了啊，就因为太多的案例，我只选一个，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震撼人的。大约现在2-3个月前，我在美国，我是住在洛杉矶嘛，我们也很多人我是认识的，就是长进会的都认识。那个从上海打电话来，是我们的一个客人，晚上半夜3更，我都不想接，但是想想一定有重要事情，就接了那个电话。他说他的姐姐49岁，昨天晚上就是那天的，我那天的晚上在医院，好在他是住在那 ICU 里面，就是紧急医护的那个中心嘛，所以他旁边都有很多仪器的，而且都有呼叫，那仪器啪啪啪啪，那仪器叮叮叮叮叮叮叮，就完蛋了，那人心脏停了，是吧？立即就要叫护士来，
如果你的家属愿意电击或者干什么，他就做；如果家属放弃了，他也就放弃了。他们会到最后的时候就这样。他说那天晚上啊，铃响了十几次，最长一次停了15秒，其他的停3秒、5秒、几秒，哇，总算是因为在 ICU 他没死，他没有走。第二天早上他急死了，医生跟他们家里叫出来说，不能走，一定要做。第一个是要装那个起搏器，第二个立即要做 bypass， 我们就叫做旁叫做什么搭桥，搭桥手术，否则走出医院任何一秒就死了。你看停了15秒，如果是在家，不是就走了吗？对不对？那这样子他坚持不肯当家，所以这就是他打电话给我的原因，因为他是我们的代理商，他自己非常懂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情况，就跟我讲说，如果他住在医院，你可以做测试。如果他回家，你不要做测试，这样子我们要负责任。那回家的时候我们要负责任。如果他就答应在医院继续住，他什么都没有做，把晶片放在心脏上面。第二天只停一次1秒，第三天全部不停，第四天出院，医生根本不可能相信，医生根本不可能相信，但是医生也不肯出证明，他也不肯出证明。所以像这个的话，就刚才跟我们的。刚才做那个报告，老鼠的报告，你是不是就验证？我就验证说，那老鼠的，你看它可以心脏停止，还继续要延续。当然，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不再讲这个医学上的，好像这不是奇迹，这是我们很多很多很多次都可以。但我们想到这个产品呢，来做这个功能医学非常非常好，尤其是对我们60岁、50岁以上的人，你知道吗？他只要那个长虹，你有没有？你已经有了啊。就是这里面的这两个呢，这里面这两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晶片啊，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个晶片。这外面呢是硅胶做的，太简单了，往脖子上一套，套不了干嘛好？往脖子上套，一个呢正好就是在背后的大椎穴上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膻中穴上。这是我们人体上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穴位，这个后面的大椎穴呢，放上去以后，它一直使那个区域啊，血脉通通打通，颈动脉都打通。这个平常我有一个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理商啊，他本来就是这样，每天头痛，医生检查说你在工作任何时候中风，他听到吓死了，他才42岁，结果呢就放这个以后啊，一个礼拜以后。去检查已经通，全部都通了，那个回头来讲，另外的这个放在膻中呢非常需要，心脏，你看看这里是多重要，这个地方好，第一个食道、气管，通到两个肺，通到两个胸腔，通到我们女士的乳房，通到我们的心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这条浙江最重要的是什么？免疫，你知道吧？胸腺，浙江叫胸腺，这条叫胸腺。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免疫细胞全部都要送到这个地方来培训，训练中心训练好以后才放他们出去工作，所以这里太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脏啊，这心脏知道刚才为什么一直用心脏举例呢？就是如果心脏停止3分钟，这个人就离开了，但是3分钟到10分钟之内的时候还可能电击，还可能电击会电击完，10分钟以后的话就不能电击也不能了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基本常识，心脏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我刚刚举例来讲呢，就是用这个心脏来讲，但是这个对我们的50-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话，对他的那个刚刚说的功能性的这个医学方面来讲非常非常重要。这么简单，就是摆上面就好，然后从上半身几乎所有的病变都可以预防啊，全身让你上半身。当然我们能够做瑜伽啦，做深呼吸啦，内功啊什么都是很好，但是很困难的就是有没有办法恒心，而且是不是做某一种就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这个就是比较困难。这个呢可以让上半身从心脏以上，从这个肺部啊以上，包括肺部在内以上，一直到头部的血液循环都能够改善，改善以后呢它的那个的功能我们就已经可以了解了啊。这些没有关系，你帮我播一下啊，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一个弄，不是，再换一个，不要这意思。好，那没关系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就是只能讲很短时间，因为这个我跟你讲的，2个礼拜前我在
江西省上饶市800万人口的一个大都市，江城，又是那我的故乡。我是江西省吉安市人，但是上饶市的吉安商会一听到我说吉安人了，哇，非常欢迎，盛大欢迎，这迎接哦。我在那边只讲这个生物晶片四个字啊，就讲了3小时，他每一个都在这边去一直听，一直非常非常认真喜欢听，因为这个量里面它不是光是帮助我们的心脏，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全身血液循环，包括肿瘤，我们也是有很多的那个三甲医院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以外呢，好像今天我们重点不是在讲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高兴大家今天参加我们这个欢迎这个包院长来到我们这边哈，来跟大家讲一讲中美的健康的近况发展。那我们也答应了大家，那本来我们是说要抽30位来宾赠送这个，就是叫做量子微水卡片。等一下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功能吧，再讲一两分钟的功能。但是我看大家真的这么热心，我们决定不用抽奖，每一个人都有，好吧？每一个人都送一个，好吧？抽奖，有的人抽到高兴，有的没抽到，有的人从11点就来了这边，到现在也没有拿到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好吧？每个人不用抽奖啊。对，那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不要看那么小小一个晶片，我告诉你讲，这个小小的片，我们为什么送这个卡片？我不是送卡片，我们送健康。我告诉你，这使用的方法多简单呢？啊，任何的饮料，这个放在桌上，这个往上面一摆，就这样就好了。2分钟以后，这里面的水就已经全部变成量子微水。什么叫量子微水呢？这个我们经过实验室，我们经过台湾的实验室、国家实验室，也经过中国的 SGS 做的实验室报告，是用氧17核磁共振，是世界上目前来检查水它的分子结构的话是最精密的一个仪器，用氧17核磁共振做了检测报告，49.63赫兹。赫兹是一个频率单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你讲说哈，这个目前为止，它已经从，如果是在150到180赫兹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普通水。但是普通水我们喝进去以后，它对我们帮助血液循环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说是15个分子结构结在一块儿。换句话说，我们假设现在这里的人呢，每15人用手这样的卷，每个手拉着手这样走，你要走这个门，好走。就已经知道了一样的道理，那个细胞的通道呢就很小很小的，细胞水的分子都已经比细胞还大，如何可以进到细胞里面去？它就必须要非常非常细了，那就绝对是不可能让它变成大分子。从大分子进入到10个分子结构的时候呢，就叫做小分子；到5个分子结构之间呢，就是叫小分子；但是从5个分子到2个分子结构的时候呢，就叫做微分子，就已经进入到非常非常小，非常困难。今天。除了用我们的方法以外啊，他们用其他的用电磁铁的等等的方式，现在大部分用这种方式来切割的时候，他们都是在7左右，所以换句话是在小分子啊，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微分子，所以对血液的循环帮助很大。第二个呢，但是对免疫细胞的激活功效不大，因为变成微分子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进入到细胞的内部，那细胞就活化，细胞里面有水的时候，细胞也就活化。白细胞活化，那就是我们免疫力增强；红细胞活化，它就可以携带更多更多的氧气，输送到我们身体所有的需要的器官。啊，光是你只不用做多少，你就是直接家里任何的水都可以，甚至家里的自来水也可以。因为这我们也做了这个杀菌实验，说我们把矿泉水里面放9个菌群，9种不同的菌群放在里面去以后，只放这个晶片放在底下。5分钟以后再去检查的水里面6个菌群已经被杀光了，只剩下3个菌群，只放了几分钟而已。所以呢，你看，就是当然我不建议你们去喝自来水，我是说假设的，任何你家里煮的水，这个你就把这个东西呢放在你家的厨房或者是客厅的桌，任何地方就大家都用，全家人都用的，你只要呢喝了水以后不要用温水，不要用开水，不要用100度的开水，不是会坏，因为这个晶片呢。它的工作温度是-40度到-80度摄氏，在这个之间都可以工作，但是你用开水的话它是100度，超过它的时候那开关啪会跳掉的，里面的开关全部是自动啊，全部是自动开关啊，啊这个等一会儿讲啊，那个刚刚讲的说这样使用方法就这么简单，所有的饮料全部都可以，
当然包括酒也可以。如果说我们不得已要喝酒的时候，你把你到餐厅的时候，你不用讲，把你的酒放上去，哇，今天的酒量会增加三倍，啊，真的都不骗你的，这个是太多的。如果是你喝世界上目前在价格上面至少是最贵的，你知道是什么酒吗？贵州的茅台，有没有听过酱香型？哇，2000多人民币一瓶啊，一瓶就2000多人民币是多少钱？这样看，300，那差不多将近，除以6嘛，对，差不多300美金一瓶了，这么贵的，你知道？但是他们天天喝的人呢，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很少喝那个。他们喝的人一放上去以后一喝，哇，比什么比那个比那2000，他们就是用2000的那个酒放上去以后，他一直喝，哎，怎么喝喝起来比那个2000的还要纯？就是因为它变成分子结构改变，分子结构变成非常的细种，喝起来就很柔顺，好吧？那刚才这是一个案例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呢，这个是一个真的人，我们用的一滴血，一滴血就是砸了一滴血以后，放在那个一个玻璃皿上面，然后用显微镜，那个显微镜是几千倍，最少需要1000多倍到2万多倍都有的很精密的话。从上面可以看得到，上面这个人是他，这是一个年轻人，他在没有饮用之前，的时候和检测的时候，这是叫做香肠型的，你看的是不是很像香肠？一个串起来，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果一滴血一检测出来这个人是这样的话呢，已经知道他的身体有病变，他有病变，为什么呢？他的红血球全部这样串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携带足够的氧气。对吧？而且他们的运动非常非常慢速，你看一长条，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抱着这样抱了一长串，怎么走？是吧？他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时候才可以自由活动。他那个用200个，这是大概是应该这是超过200，这是差200个毫升啊，这我们大陆叫毫升嘛，对吧？但是在那个在台湾呢，我们是叫做 cc， 对吧？几百 cc， 200cc， 大概是一半的样子，这是350的啊。这差不多300多了啊，是不是250？那这200cc 的时候，就是只要喝200cc 的水，放了这10分钟以后，就刚才我说，把那200cc 的水啊，放在刚才的卡片上面，放了15分钟以后，同一个人喝下去，马上再做检测，已经百变成下面这样。你看看，非常，你看到非常震惊。你看，全部都是刚才那个样子变成这样，是同一个人的，只是喝了200cc 的水。你知道我们等一下我再讲这个好了，就是喝200cc立即改变成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个人只要他一直维持这样，他保证是健康。为什么呢？每一个红血球分离开来速度非常快速，血就流得非常快速。第二个呢，携带着足够的氧气，因为氧气全部是在这个红细胞的这外面这一圈，你看到网际上面小小红红的，那全部是氧气。我们的氧气吸进去以后到血液中是被红血球吸带，只有它吸带的红血球呢才可以把氧气送到每一个我们身体的器官上。我们的每一个器官都需要红血球，都需要氧气。第二个呢，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需要白血球，它们的积极非常快速运动，这个我们是叫做活化细胞，也就是话说免疫力，白血球跑动得很快，积极很动作很快，就是我们的免疫力提升。这是这一个，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做成这样。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但是这个红血球，这个人呢，又是年轻人。如果他是60岁的话呢，很多的人不是这样的，更可怕，是一团的，你知道不？一团的话，你知道相当于一团，这是30个红血球在一块聚成一团，他怎么走呢？就是血液的循环就变慢。第二个，他能携带多少氧气呢？只有外面一圈可以携带氧气。如果是他是分离开的时候，他携带的是300个氧气，300个单位的氧气，这样子他只携带30个氧气。是吧？所以他那个差别多大？好，那我看大概就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跟大家讲到这边，好吗？那谢谢大家。那个我们看看，院长还有没有什么要讲？没有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那个就是什么？啊，请说。啊？时限的话，这样子设计的时候是40年，但是你要问的话，我们通常是减半，是20年。如果20年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你要讲的这个真的是不敢相信啊！这个晶片能这么厉害吗？拿剪刀，眼睛闭着剪断，好的，再剪断还是好的，都不会坏的。
为什么叫坏？你要脚踩了会坏，唯一会坏的情况呢，就是中央你用手去摸，它一个黑点，那黑点就是晶片，如果用榔头打的话会坏掉，打掉的话那个晶片，那晶片坏掉就坏掉了。如果是剪的，为什么不会坏呢？因为整个的晶片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那小黑点而已。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因为是天线，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我刚才讲过了，可以放很远就绝对对我们产生作用，你知道吧？这个我们用来做调控那个它的那功率啊等等的，还有接收信号的强弱，是用来做这个方面。所以这方面剪断了，只不过会信号弱一点，就好像我们电视一样、手机一样，信号弱、信号强这些东西啊，是用这个来做调整。真正的功能是中间上这一小黑点，你用手摸就可以摸到。啊，在这个中央一带你去摸，一摸一个凸出来的小黑点，那个小黑点不要碎掉，不要打碎掉就不会坏，也不怕水，也不怕水，什么都不怕。但是我们也不要故意的，我们这样子卡片呢丢在水里面哈，丢30天拿起来完全都还是好。那是没有做更长的测试，我没有再做更长，我们做了30天我想够了，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把它丢在水里面。就洗澡忘掉了，像半小时一小时这样的，不可能去30天的放在水里面去一直泡，就是30天也没换。来，你说还有什么？电梯我讲说，我刚才讲了，对，刚才因为时间太短，讲的是比较快速。那是在医院做测试，他不能每一个人来都放一天这样弄的，对，所以他每一个就用8分钟，看看这心脏会不会改变，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呢，像我来讲，我已经身上放了9年了，我今天已经73岁，是吧？就可以知道说，能量方面，我们爬山。差不多2.5小时的登山，差不多1小时上一直往上的，差不多半小时平的山顶，再1小时往下去，我们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去。就礼拜天的早上嘛，我们有个登山团在山脚下，都约好时间那边集合就爬。你知道吗？我们的登山团是16个人，差不多16个人，每一个都比我年轻，每一个都登山10年、15年了。但是我到山顶的时候，他们还在等他们呢，你知道吧？我爬到一半的时候，他们每个都要休息。可是他们一到我又走了，因为他们还要休息，中间好像还要休息5分钟，我是1分钟就走了，就是1分钟之内呼吸一停继续走，到了山顶上面走来走去等他们，急死了还不上来，等他们上来的时候我又要走，虽然我们是一起爬之后同时起步，后面都没有在一块，很难嘛，因为你走得快的人，你就算走慢也很难过的，这不过瘾，因为爬山就是要爬了。流汗的这样的，然后体能又还可以，这情况是最好，好吧？来，那个，谢谢。主持人已经在迷上了这个晶片，在跟另外一位世代的人在谈那我就来接棒一下。We are delighted, all of you around the world, China, Beijing. We come to you live from California. Tonight, we're giving a celebration farewell to Dr. Bao.Came, got him all the way from China to America, California, to open up institutes, schools, hospitals. And we are delighted to support him. And we pray that everybody will come shoulder to shoulder, work together. And we believe that we can open up a school, Bible college, to train 1 million educated missionary doctors, lawyers, a marketplace. We are delighted tonight. We have a great celebration.We thank every one of you for watching this program from California. God bless you in Jesus' name. Amen. The second half, they've slipped back in, so they've asked different questions of England. And in that opening 20 minutes or so, you saw Engl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en match that Tunisia was providing. The second half has been more pragmatic and approaching. I think, yes, England is trying to find their way into it.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加州麦哲伦栏目组现场，我是 Dr. Chu。今天我们高兴的邀请到包院长，来自上海的交通大学的包院长到我们栏目组现场，那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包院长。电视机前面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我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健康产业研究院来和曾教授的团队来签订中美两国在功能医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
合作的协议。那么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健康产业研究院，那么这个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一些重大的信息，我谈三个方面。第一，这个协议的签署等于是中美两国在健康产业方面，尤其是功能医学的健康产业方面，已经具有了顶层设计和组织框架。那么这个顶层设计和组织框架在相当的程度上来规制了、规范了中美两国在这个产业方面的发展方向。第二，我们将在这个发展的框架之下来全方位的合作，创新我们的产品，创新我们的合作模式，创新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第三，我更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在产品创新方面，在模式构建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在会议传播方面，能够达到我们非常高的境界，能够将我们的模式及我们的新的产品推出中美两国，推向全球，为全球人民健康服务，为全球人民健康素质的提升服务。我衷心的希望这次签约活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我也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在新的健康产业方面携手共进，再创辉煌。谢谢大家。太好了，刚刚包院长跟我们谈了有关这个未来的展望，那我们可以请教一下包院长这两天在洛杉矶访问的旋风的访问的感想。谢谢主持人。这几天来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也非常的高兴。我首先感谢我们曾博士啊，这个给我带来这么多的一些大餐，包括精神层面和事业层面，乃至我们之间的一些具体的合作层面。这两天我的感触啊有那么几条。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中美两国在新的健康产业方面，尤其在功能学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合作发展共建辉煌的地方。这两天我也看到也听到也体验到曾博士为功能医学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也看到我们一些专家，比如讲我们的方教授，在功能学特别是在心脏功能问题的监测方面做出的积极的努力。那么这些努力为今后我们之间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我也感谢我们曾博士的团队，包括今天的主持人，能够在各方面提供非常好的支持和非常好的环境，使我这一次的公务的活动、旅游的活动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第三个方面，我也感谢我们周围的同志，包括曾博士的心爱的爱人啊，我们的周主任，他在奔忙当中也能随我们一起看到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最美的美景啊，最美的美景，譬如讲大峡谷，譬如讲鸣金山，这些都是我们比较觉得很向往的地方。它活跃了我们的气氛，修养了我们的心身，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向往我们之间合作的氛围。我再一次祝福我们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很好，我们在这里也祝福包院长明天的飞机一路平安。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希望下一次再能迎接包院长来到我们节目，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希望大家到上海、到中国来，一起来共同发展咱们的健康事业，谢谢大家。包院长，你来美国差不多已经有一个礼拜了，你这次来有什么感想呢？谢谢主持人。这次我的感想很多，我第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我们
美国和中国都在为人类的健康在积极的思考，特别是在慢病肆虐的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积极的发展功能医学，这是对我们慢病控制的最有利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我感受最深。另外我也感受到我们美国的同胞、美国的朋友对我这次来表示了非常友好、非常期待、非常向往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使我感觉到我们中美两国一定要在健康事业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为全球人类的健康来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我也感谢你，你的中文说得非常好，我希望你能够到中国、到上海、到我们交通大学来给我的学生来讲讲你如何能把中文讲那么好。我也同时觉得我的学生也能够把英文讲得如你讲中文一样好，这就是我们之间达成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谢谢你。好，谢谢。鲍院长，过去美国只能够接受西药，这是西方人的西医吧，但是呢现在越来越接受中医的想法，还有另类医学的想法。你有没有发现美国这些年在这方面有变化？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一直在关注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美国在不断的加强加注的关注中医问题，我觉得是出于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疾病谱的改变，疾病谱的改变，原来我们的疾病主要是以急性病为主，传染病为主，而这些疾病用西医的方法来得比较快，效果比较显著，所以西医的发展就比较快一些。但是现在的疾病谱完全改变了，影响我们健康的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而这些疾病没有明显的病因，用抗生素等西药的方法没有明显的效果，相反会加重它的副作用的产生，譬如讲对肝脏的危害、对肾脏的危害，而中医正好是弥补了这样一个缺陷。所以中医的这样一个在美国的发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步和发展，我觉得正是我们疾病谱改变的结果。第二方面也是美国在追求健康进步的一个需求。现在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中国一样，疾病的负担越来越严重，现在美国的疾病负担已经达到 17.5%， 而中国是 5.4%。 这个疾病负担就是因为过度的使用了医疗手段，而中医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譬如讲利用针灸、推拿、按摩等方法，它不仅能够解决慢性病问题，也能够降低医疗费用，减轻疾病负担，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中医还有一个西医不能比喻的，就是强身保健养生功能。譬如讲中医在气功方面的养生功能，这是西医是绝对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三条足以证明西医在美国的这样一个发展它是顺理成章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也是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的。我衷心希望中美两国能够拓展我们的思路，在中西结合方面走出我们两国的新路径，也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在健康方面越走越好，越活越快乐，越活越健康。谢谢的。谢谢你鲍院长，你说到点子上了。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你的知识和你的智慧，欢迎你再来美国。谢谢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曾博士，这一次鲍院长
从交通大学过来了，你有什么感想和感受？谢谢。那首先呢，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是这次那个上海的交通大学，健康产业国家健康产业研究院的包勇包院长，他来我们洛杉矶访问。同时呢，在这次呢，我们也由我们的团队跟这个健康产业研究院呢，签了一个协议啊，就是成立这边成立了美国研究的分院。那由我来担任这边的执行院长。那这个健康产业研究院的宗旨呢，就是说结合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医学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发展，而且呢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的社区啊，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的品质能够改善啊，能够人人都能够健康啊活泼的过日子。那这个健康上为什么会上海的这个交通大学呢？因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医学在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那结合了美国、中国双方面在健康产业方面的这些努力，希望呢我们能够在把这个广大的老百姓的生活、社区的民众的生活呢品质能够改善。那这次呢，我们来这边已经首先呢签署了这个协议。那我们双方呢就会遵照这个协议啊，在尽快的时间之内呢，达到我们预期的几个目标啊。第一个目标呢，我们就是希望在这边成立一个研究所啊，成立研究所以后呢，那可以招收研究生或者是本科生或者是博士生啊，那在功能医学方面啊，能够在这个方面呢，能够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包括美国本地的以及中国甚至东南亚一带的都欢迎来这个研究所呢来共同的努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呢要不断的举办这些国际的这个科学方面的医学方面的这些国际的会议。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已经有超过十几个是世界或者是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那譬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才去拜访的这个心脏量子频谱检测仪的发明人方丹群教授，也是我们的名誉的那个院长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在台湾还有在中国大陆上面的一些科学家，那他们都共襄盛举组成了一个专家的团队这也是我们的继续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呢，我们就是在产品的研发上面，我们也希望跟一些健康产品的这些企业跟他们合作把这个产品呢尽量的品质改善拿到尽善尽美，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目标。那另外呢，当然是我们要结合这两个的力量就是学术跟这个企业的力量呢，然后生产一个比较最好的产品，尤其是在功能性方面功能医学方面的这种产品，那防范我们的那个疾病于未然，那让我们的器官呢每一个身体全身的器官呢都能够维持在最好的状况。那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目标，希望我们的社区在美国的社区、中国的社区甚至世界上各地的社区的这些民众，他们的健康呢能够维持到最好的状况，能够延年益寿那然后呢他们在生活上能够过得最好的完美的生活谢谢大家这是我在这一个礼拜中最深的感受那谢谢大家。蔡博士，谢谢你我非常期待着就是看你们这个研究院成立。好，谢谢。